公益节目，恐怕有些麻烦。在我回答这个问题之前，你先回答我一个问题，你的表达方式是否能够支撑你的想法和初衷？我看了策划案，拍摄的内容恐怕很难支撑你的观点，并且很有可能落入伪善的舆论中，所以再想想要不要冒这个风险。我有很多拒绝的理由，但是我答应你。准备好了吗？见证奇迹的时刻。秘密。